大家好，我是硅谷别老迪哥。今天啊，天气挺好的，艳阳高照，我们过来捞麝香啊，大家再看一看我们那个冬眠丸的麝香，把它捞起来怎么样了？啊，这边有一部分都是喜欢出来晒太阳的麝香，它背上是黄色，这个不是它的背甲的颜色啊，因为它长期在水里冬眠，然后身上沉积的一些水质之类的东西。刚刚捞出来了，大概50个，刚从里边里面冬眠半年过来，不是很好看，现在暂时没有洗它。但是顺便讲一下，麝香的脾气不是很好，然后自然外塘泥塘冬眠过来的水底板是有水锈的啊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是清水塘过冬的，就没有这么明显的水锈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们点赞关注，有问题的朋友请给我们私信或者留言。